小姐，挂了。没抢救过来，他走得很安静，居然睡着一样。 爸爸都去世了，我们开这个演唱会还有什么意义呀？他不见了，他不是前几天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什么？昨天就没回来？你们有没有到处去找一下呀？ 谁呀？是不是图图啊？喂，喂，怎么挂了呀？到底谁呀？是图图乐队的朋友。图图前两天一直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说昨天就不见了，没人能找得到他。啊，图图，他不见了！哎呀呀，图图要是离家出走，那也无所谓，是跟他朋友们在一起，可。 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外婆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肯定想想怎么找到他。图图爸爸去世，没能听到他的演唱会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估计他要过一段时间情绪才会好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想到他爸爸走得这么早。以前呢，我们就总是阻止他们见面，他肯定恨我们。可现在怎么办呢？ 外婆，你别担心，我带着朋友一起找，肯定能把他找到。怎么办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儿有没有一个叫王诺图的女生啊？王诺图，哦，在那儿。 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什么情况？你居然当逃兵！你乐队的人都要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演出来，我不演了，我爸没了，我唱不出来。谁让你来的？赶紧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不走我走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拉拉扯扯的！你振作一点行不行？放开我！不放！你别在这吵吵闹闹的。 你答应我，你不跑我就放手。王诺图，你听过尼采的一句话吗？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人，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这句话，周志伟曾经也说过。 尼采这话说的没有错，每一个人的成长。 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痛苦。
你只有战胜他，才会冲破他的束缚，获得强大的自由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！你干什么呀？慢点儿，你慢点儿。插出来，哪怕是喊也喊出来。好，我替你唱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抛下这你做人未算美，别流离，心酸告白应舍弃，没人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今天是第一次站在像这样的舞台上唱歌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 super star，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在为我呐喊鼓掌。王乐图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你还有朋友，还有我，让过去那些阴霾的日子都见鬼去吧。从今以后，我陪你一起阳光灿烂，好吗？林小盼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就回仓库去排练。但是，也请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听到你唱歌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唱歌要钱，你唱歌要命。哎，王东图，你说好了。觉得事儿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好吃。那下次还来？好啊，下次还要点那个排骨。下次多点几个，我怕你吃不饱。吃特别饱，不能吃那么多。我们一会儿干嘛？一会儿我们看电影去。好。哎，嘟嘟。哎，萝卜，好巧。巧什么呀？这家餐厅是我们公司常年的客户，我今天就是来做保洁的。哎，帅哥，你就是那个叶？你好，叶宇。叶挺的叶，宇宙的宇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好，我是方萝卜，方洛普啊，方洛普的方，方洛普的洛普。你好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幸会幸会幸会。那我不打扰二位了，我里面还有工作啊，我先去忙，拜拜。走吧。杜杜啊，你跟方师傅挺熟的。还行吧，洛普他也是大学毕业，他妈妈开了家保姆中介所，应该是过来帮忙的吧。哎，杜杜，你别误会啊，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但是咱们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你说谁家往上查个祖宗十八代，他不是个劳动人民？人与人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尊卑之分。走吧，看电影。看电影去。图图，你唱啊！
行了，别想了。诺图找到了，人没事比什么都强。他现在是真的消沉了，那么强大的动力一下子就没了，整天跟做梦似的，时好时坏，我还真挺担心他的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，诺图不是小孩了，应该要学会面对这个现实。你放心，我想过不了多久，他能走得出来。要不你帮我劝劝他呗。我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劝这事我不专业，你找别人吧。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该说的都跟他说完了，他也不起什么作用。我是觉得你可以换个角度跟他聊聊，没准管用呢。他真的很可怜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什么就这么定了？诺图啊，咱们都在这儿坐了一上午了，你要难受，你就哭两声，要不然你喊两嗓子也行。我这人嘴笨，不太会劝人。人不常说吗？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你怎么着，也得从这个情绪走出来才行啊。托飞。啊。你爱过一个人吗？啊。当你爱的人永远的离开你，你感受过这种滋味吗？嗯。那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说实话，刚开始跟你一样。后来我就酗酒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等到了白天的时候，还得装成一个正常人的样子，工作、带孩子。但这随着时间推移，慢慢慢慢的就走出来了。你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做回真实的自己。我相信你的父亲在天之灵也会祝福你，他都能看得到。明白，那我换一种方式再跟你讲一遍，就说这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嗯，泽飞啊，你什么都别再说了，借你肩膀给我用一下。嗯，我觉得演唱会还是要继续，但这几天我可能没办法排练。我爸他明天下葬，我陪你去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都跟我说。小盼，你待会儿是去外婆那儿吗？啊。我爸他没什么亲人，
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。说到家人，虽然是曾经的，也只有我妈了。他们分手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。明天我特别希望我妈能去送送他，这样就没什么遗憾了。我明白，你是不敢跟他们说，是吗？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我爸，他们也不让我提。交给我吧，我帮你去跟他们说。谢谢你。走吧。小王总，今天我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聊一聊图图的状况。图图现在什么情况？他特别不好，他本来一心想为他爸爸办一场演唱会，可是他爸爸突然的去世，对他打击非常大，他一度的失声了。他现在缺钱吗？要么你替我给他送一点钱过去。他现在生活的非常简单，每天在 KTV 打工，吃盒饭蹭住朋友家，钱对他来说真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现在非常痛苦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你就直说吧。明天是图图爸爸下葬的日子，您能去吗？这对图图很重要。小盼，王姨娘不会去参加这个葬礼。妈，人都不在了，何必呢？小盼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替图图说说他的想法。你好像对我们家有极大的误解似的啊！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是在帮我们，而是要想拆散我们。你不是说找不到图图吗？是他来找我的，外婆。图图内心最大的痛苦，是因为他缺少爸爸的爱。好在他长大了，跟爸爸建立联系了，可惜时间又太短了。他只是希望小王总您能去送送他，因为他的爸爸没有什么亲人，他希望他走得温暖一点。我看没这个必要吧。外婆，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持续这么久呢？人都已经走了，难道原谅不比仇恨更有力量吗？那既然人都走了，干嘛还要扯在一起呢？可那是诺图的爸爸，他不是陌生人。您知道图图内心最深的痛苦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爱您，他爱他的妈妈，他也爱他的爸爸。唉，那你自己做决定吧。去吧，小王总，不然图图的人生走不下去的。我们已经离婚快20年了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去。
间外婆身体特别不好，每天啊到深更半夜就起来去找你。你呢，有空就经常打个电话啊，回去看看外婆。妈，嗯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要不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吧，好吗？我朋友家离这不远，我还是去他那儿吧，我们在一起排练比较方便。好吧，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打电话啊，别忘了。嗯。哎。嗯。哎，别往心里去啊！那孩子大了，就是不听咱们的。那小盼盼不也一样吗？王总，我替盼盼真诚的跟您道歉。道什么歉呢，林桑？我还要感谢你呢。你养了一个好女儿，又聪明又善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儿啊，多亏了小盼及时告诉我，特别谢谢盼盼。你真的教育有方。不，完全是您的大气包容了盼盼的错误。我觉得呀，您以后的生意会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啊，您个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。托你吉言。不过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林桑，你今天晚上回去，哎，一定要夸一下小盼。好，您小心。急死我了！我给你发微信也不回，这王东初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让我去我可去了，反正稀里糊涂说了一大堆。好点了没有啊？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看得出来他变坚强了。小盼，你说你在这家里发生了多少故事啊？别说王道图，你也承受了不少啊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就变成熟了。你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就这样就着米饭给咽了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其实这生活本来就是挺无奈的一个事儿，而且啊，有的时候生活比电视剧更加的狗血。你看你现在多好，风轻云淡，这代表什么？成熟了，恭喜你。哎，我记得有一个作者说过一段话。他说：“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呢，就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；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呢，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卑微的活着。可是我也不知道，我到底现在算是卑微的活着呢，还是英勇的死去了？”哎，我刚夸你两句，你就喘上了。那我问你，怎么才能活着？吃饭呢？你饿不饿？饿，吃不吃？吃。走，吃饭，快饿死了。吃饭。小盼。你吃不了，冻着走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脸拉那么长，快进来。我高高兴兴去接盼盼，结果被左飞偷打结伙了。我就跟你说，跟小盼打个电话，你说不要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好了。现在左飞给你一个惊喜啦！哎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嘛。哎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？你，我
就那么一说。你怎么说呀？你一来就带东西。来来来来，这不是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那么小气。哎呀，今天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我特给你下一碗荠菜馄饨，你爱吃的啊？哎，妈咪，我也要一碗啊。那少钱。你看你买的没有一个我爱吃的，你真是的。你就是吃货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黄雀都开始补蝉了，你这螳螂你还在吃，你再不抓紧，我告诉你，你连汤都没得喝。说什么呢？那么着急干嘛呀？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？啊，左飞把盼盼接走了。哦，啊，你心里不急啊？哦，这小子啊，他没安好心，最近他跟盼盼来往非常密切，你再不行动起来，你来不及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你去盼盼那儿。现在啊，我最近不爱去嘟嘟家。为什么？嘟嘟找了个男朋友啊。哎呦，我特别烦那人，我看不惯他。你又不跟嘟嘟谈恋爱，你管他找什么男朋友呢？你要把重点放在盼盼身上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去！哎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当然现在就去啊！你要给他们裹乱，啊，要维权啊，你要保护好小盼盼。我知道了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快去！好好好。人呢？做金融呢，掌握一些内部消息很重要。一旦掌握了这些内部消息，想要做什么事很容易。这里边的名堂以后给你慢慢讲。总之呢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理财投资顾问，你家里需要理财交给我，免服务费，稳赚不赔。就这么定。哎呀，上嘴皮挨天，下嘴皮贴地，吹牛不上税喽。这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哪里哪里，我哪里配得上跟您说话呀？口气这么大，都快给我吹跑了。别理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看人发财心里痒痒。发财？哦，这个年头想空麻袋背米的坑子那是太多了。光我妈咪就去听那个什么私募基金讲座很多次了，要不是我及时给她洗脑，早就变成韭菜了。什么韭菜？韭菜都不知道了，就是齐刷刷的等着人家收割啊。阿拉上海人就走得。投资有风险，不能亏了钱就怨天尤人。如果没有我们投资顾问，你会亏得更多。你拿我们当傻子吗？啊？十个顾问，九个空，弄啥呢啊？哎，我坑谁了？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？哪有证据来？哎，先闭嘴！这我家，吵什么呀？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嘟嘟啊，这交朋友呢也是要门槛的，什么都不懂。哎，你也少说两句。嘟嘟，我要去经贸大厦见客户，有笔生意要谈，没有时间跟他斗嘴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哎，不要，你坐吧。知道在哪儿？方伯伯，你怎么那么讨人嫌呢？你，我讨人嫌啊？我说什么了？是不是他先怼的我啊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真的是，我必须给你好好讲一讲什么是金融皮包公司啊？哎，那些皮包公司啊，都是像他们这样。哎呦，每天哎呦，西装笔挺的啊，梳得油光满面的。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陆家嘴，我们每天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。真正正经的金融公司，那每天你见到那都是愁眉苦脸、眉头紧锁呀。哎呦，国家监管政策怎么严格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真的很难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社会经验极其的少，你小心，以后不要被人财两空。嘿，闭嘴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哎，你吐一个象牙，我看看。我是在好心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呀？我，这些混金融圈的人啊，自以为都是上流社会的，其实干的都是下流人的事儿，都是骗子。方伯伯，我让你在这舒舒服服的等小盼，你别不识相。我真的是好心劝你啊，我怕你被骗受伤害，你怎么都听不明白呢？啊，嘟嘟，你的智商真的是智商堪忧哎，你的智商欠费了，你现在已经。闭嘴吧！你怎么话那么多呀？行啊，我不说了，行吧？啊，你自己看着。
你到时候看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啊？哼！哼！跟斗鸡似的吵架呀？他就是看不了夜雨，嫉妒人家。我嫉妒他？切！不好了好了，家和万事兴。不过萝卜，我要说你几句啊。最近几次你见我，都是在喋喋不休的骂夜雨。我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嘟嘟他很有可能是爱上你了，不然他不会这么讨厌夜雨。你别胡说八道了啊！就夜雨这样的，谁见着他谁不讨厌啊？急了还，多得心虚。小盼呀，像方萝卜还是个小孩子呢，虽然是个多情的小哥哥，但是什么爱不爱的，还摸不着门呢。我是摸不着门啊，离我还远，我现在恨不得我过去砸门。我告诉你，嘟嘟啊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的女神是小盼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谢阿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小盼啊，你好好接着，你少管我们家夜雨的事儿。讨厌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萝卜心。在上个星期天雨后的晚上，和别人的忧伤说了声再见之后，青春一样的烟花开满了夜空，在泪珠开始花朵般绽放的时候，我们先休息会儿吧。你来了。我有一个项目在旁边施工，正好顺路过来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我刚才唱的是不是很糟糕啊？自从我回来排练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感觉。我觉得唱的还挺好的，这首歌我听过很多遍，我想有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，再试试，多试几遍就好了。可是离演唱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。OK，要不这样吧。我有个朋友是教声乐的，我把他请过来帮帮你，怎么样？总比我们这些门外汉强吧。来得及吗？不是。你怎么回事儿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唱歌用的不是技巧，用的是你的心。这首歌写的是人生的辛酸与冷暖，你能体会其中意义吗？我一直都在体会啊。那你为什么唱的那么慷慨激昂？你情绪不对。歌唱者要有灵魂，哪怕你技巧再好，但没有情感不能产生化学反应，打动不了听众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好歌手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敞开内心，把各种复杂的情感唱出来。我对你特别失望。这老师可真凶啊。我觉得你唱挺好的，哎，你就别安慰我了。
我自己什么水平我知道。本来以为唱不好是受了刺激，为什么到现在也唱不好呀？哎，这真不是你的问题。那老师作为教育者，他怎么能这么贬低自己学生呢？没关系没关系啊，大不了下次咱们找个欣赏你的老师。他已经是上海很好的老师了。哎，可能我妈跟外婆说的没错，我根本就不是唱歌的料，干嘛要自己骗自己啊？你不能因为别人否定你，你就怀疑你自己啊！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信，知道吗？不自信，你不相信你自己。相信自己有什么用啊？老师说我唱不出来化学反应。哎，什么是化学反应啊？我总不能每次唱歌之前都喝大了呀。没关系啊，大不了下次你唱歌之前我给你买一瓶酒嘛。哎呀，慢慢来呀，来，我们继续再来一次。放松的往下行。干啥呢？一大早上鬼哭狼嚎还搬着桌子。他说的，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腹部用劲儿。大早上没事学什么唱歌啊？我看王道图被声乐老师骂得那么惨，我就想说，唱歌那么难吗？哎，李小盼，你最近干嘛那么关心他呀？我不才是你闺蜜吗？你都不关心关心我。哎呦呦，瞧你这股酸劲儿！你跟叶雨打得火热的时候，我还没说你不理我。你要是嫌弃他，我分分钟让他不得胜了。哎，我可不嫌弃他，嫌他的人又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你看不出来谁是错？方萝卜喜欢的是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我什么错？我可没点名道姓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不跟你说了，我给收拾去了。左飞一会儿接我上班。方萝卜要凉凉喽。上个星期天雨后的晚上，你怎么翻来覆去就听着一首歌啊？哦，你要不喜欢我给你换一首。哎，不不不，挺好，就这样。开满了夜空，以前孤山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老拿出来听。啊，挺好听的。你晚上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怎么了？那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晚上我来找你。哎。就像我一直喜欢自己的梦想，就像心中的天地从不会摇摆，不让是是非非打扰自己的方向，就像哎，兔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状态怎么样？哎，嗓子开了没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我累了，我想回家睡觉。我要给你个惊喜。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？到底要去哪儿？当然就是他了。走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不是录音棚吗？你要不来录音棚干嘛呀？哎，嘟嘟哥们是租棚的呀，他们正在录唱片呢。你知道音乐总监是谁吗？谁啊？我国著名歌唱艺术家